于找到你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是翠兰？认识。各部门注意，各部门注意，现场有突发情况。你们以前在哪个厂子见过？是吗？厉害，海哥啊！小强，想办法把柔智的女儿带离现场。天勇，把她逼走。是不是你？我找了你好久，你混蛋！我哪认识你？混蛋！蛋！找天勇的，那人呢？他离开部队了。他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他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天勇去哪儿了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什么理由啊？给你重新做了一件华南背心，答应我，出门一定把它穿上，好吗？爱奇艺 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